带你们看一下磨浆煮浆一体机。两台磨浆机同时工作，中间是可调速半榨机，上面两个是煮浆桶，煮浆桶下面是生浆池，两台磨浆机出来的豆浆全部流到这个生浆池里面。两个煮浆桶都有温度表，设备小巧实用，单独的电控柜，设备材质全部采用不锈钢制造，结实。